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今天我们要去的实况，我们的酷炫的一天。对，没错，我有点稍微不对，不是。欢迎来到我们的炼金术的世界，多重宇宙。我们还没有进到多重宇宙哎。我这一次呢，想要来做这个不稳定水晶，然后它的造价是32万9千元。地狱好像比较容易赚钱，对不对？地狱的感觉钱很多啊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地狱的钱有金砖哎，然后他们还有一些什么荧光石啊，那些感觉就是特别有钱。那不如我们今天就去地狱探险，好不好？可是，在去之前，我觉得我们要先给自己做一套装备。对，我们先给自己穿一套装备，不然的话有点危险。钻石的话应该是 OK 的啦，我觉得全套钻石应该没问题。来吧，为了能够有全套钻石呢，我们就好，这样应该够。可是这样18颗哎，18颗够吗？只能做一个钻帽，我好省钱哦！救命哦，不太敢用剩下的钻石，不然裤子不能脱吧？对，它是绑定诅咒，所以不然的话商也做钻石的好了，这样就好。有没有其他的就留着？对，其他钻石很贵，把它收起来，走吧。OK， 其实他是在攻击我的意思吗？我不太确定，但看起来是的。OK， 他死了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啦？什么？我都忘记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多古怪的东西。这样多少个？你看6颗钻石，我就说吧，这个东西超贵。这样子有多少？13颗钻石，我就说这个超贵。荧光石超赞，为什么荧光石这么贵啊？哈哈哈哈，那么近，哈，还有你来找我啊？啊，可是那个什么，那个不见了。我、哦、完了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。舞者僵尸，所以他是一个 dancer。OK， cool， dancer。哦，完了，好像森林里面有什么绯红弓箭手。啊，痛，舒服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回家了。我心满意足，好多好多。好了，是时候了，发射炮弹的时候到了。需要做到不稳定水晶，需要6颗钻石，2个黑物质，跟什么？爆破星星，爆破星星，有了。终于被我做出来了，好快乐的东西呀、啊！哈哈哈，太舒服了。这个金斧都丢进去，然后电池进去再出来，有了。跟你讲。这个东西一出来，这个世界就不对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世界就不对了。怎么说呢？这个爆破水晶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它是右键的，它是会发射一个爆弹。没错，想必看着我的实况长大的孩子们都明白，这个世界已经逐渐奔巴，反正就死掉。对，对，没错，这个世界已经。在这个时间已经没有什么好值得留恋的了。这是什么啊？他们在干嘛？什么？傻小，想必刚刚那个画面应该是他们在阻止我。你们已经阻止不了我，我已经拿到这个。呵，看到没有？这个那个大小非常之巨大，非常之恐怖。没错，哈哈，哦，面包被转掉了啦，哦。好的，来吧，我们来开始在这里形成一个美丽的华尔兹，开到最大，轻轻一按 ，boom 下个拉嘎，我看一下，太多了，它转不完，我们把那个位置再调小一点，这样行吗？这样的话应该可以收集到一个吧？有了，这个大小刚好，你看，只要有那个荧光石的地方，我们就这样。怎么了 ？What's wrong？怎么了？啊，不就只是帮你们收集一下你们不要的东西吗？只要对着那个什么荧光石的部分收集，你看28颗钻石就入袋喽，非常简单哦。你们还记得我以前都是这样子玩的吗？好欢乐哦！按一下，它的子弹我记得会飞超远，所以我可以慢慢收集。洗干净。洗干净。
没中。开启我的狙击模式。已经一组了，已经一组多了。这一颗在地狱就是这么强。哎，僵尸小鸡，恶心。我们等一下等等把这些全部射一射，我们再来回去看一下到底有已经累积多少了。我最喜欢这种先处一下，然后再回去看的感觉，就会觉得一次就很多，好开心哦。清干净啊，不放过哦！这里好大一块啊，哇，不放过，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我如果没记错，扭曲森林也蛮贵的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扭曲森林很贵，我们之前好像轰很多次扭曲森林。我就记得它很贵啊，因为它这个一个就13000了，哎，它这超贵的啊！我好像没轰到半个是这样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东西爆满了，而且我放我开太低了，它总算不过来，我把它开到最大，然后把它轰掉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个世界，这个模组世界，在还没让我好好的爽过一番的时候， 还没有真正的体验过，还没有去到别的次元，就已经是落魄成这样子了吗？我的天哪、啊、完蛋了，等价交换太强，他太强，我还没吸完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没吸完，它已经爆满，它转换不了，它在慢慢转，到现在才刚吞满而已。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么多颗钻石，各位，我们已经发财了，发财喽！来，带着我们今天的收获的钻石，来一个一个出来，好，还有两颗，来进去，太简单了啦，这。什么东西？这么简单的游戏，有困难吗？没有吧？全套钻石啊，除了裤子不能穿以外，其他的没问题吧？我的项链，那个什么黑，那个红物质，对不对？那个红物质这个东西，永恒加三个嘛，简单游戏。放反了，对不起。哎，简单游戏有了。红物质给我进去，把一颗拿出来，换上我们的项链，像这样摆，就会有红物质项链喽。红物质项链的话，再升级的话就需要这个，这个是粉色，需要1亿，我觉得应该拿得出来哦。一、二、三，然后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个，可以哦，做得出来哦，做得出来哦，这样子嘛，我可以换。他们的价格都是一样的 ，Orange Matter Matter， 拿这个 Matter， 或者是要做这个，或者是要做这个都可以，他们都是一样的。那我们就把这个丢进去，把它拿出来，可以吧？这个项链应该是可以直接跟它合成，有这样子的话，我每秒就生产160，对我现在每秒生产160，160的 EMC， 然后把这个其实已经很算高级了吧？它一个是800000，我现在也800000，所以。800000哦，想一下哦，哎，继续用好了，我们就继续用，反正我们现在已经全到钻石了，再慢慢做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只会越来越有钱，好不好？来，已经没有东西可以阻止我们了，我们只会越来越有钱，各位，我们继续越来越有钱，好棒，等价交换 ，I love so much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实况差不多到这，感谢大家收看，祝大家看完这个影片之后，也可以像你们的荷包一样啊。日益激增，好不好？拜拜。